想跟我一样。是这样的，我昨天呢是因为放水哈，对吧？在我这个池塘里呢，那个管道里面，就管道帮我管道堵住了，对吧？我手伸进去的，是软绵绵的，哇，吓我一跳。对吧？我就把它捞出来了，捞出来以后呢，对，我发了个朋友圈，很多人都说是太岁。对，我因为我具体我也没见过，所以说呢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所以说你们过来帮我看一下，看这个说的是什么。这个据我们推测啊，可能是叫苔藓虫。这个苔藓虫呢，其实是一种比较远古的生物了，距今大概都有4.8亿年。这个苔藓虫这个群落呢，也是在我们曲江区算是第一次见。这个苔藓虫它主要生活在这个海洋中，在淡水中会较少出现，因为我们从一些资料里面查看到，它对于这个我们海洋方面的这个演变这方面的研究价值比较高一些。从我们目前掌握的一些查阅的一些资料来看，它不会产生一些什么毒素啊之类的，但危害上面是具体是没有的。